好，不过谈完了塞桑实验室之后呢，紧接着带你来关心的是圣母峰的希拉蕊台阶崩塌了。据说这是登上圣母峰最艰难的考验，也是最后一里路。There's no oxygen. You go. I'm dead. No, I'm not leaving you behind. Come on.圣母峰宫顶路线大赛车，登山客绝命求生的场景，未来恐怕更加频繁。A famous feature of Mount Everest has collapsed, potentially making the world's highest peak even more dangerous to climbers. 位在海拔8760公尺的希拉蕊阶梯是圣母峰登顶前的最后考验。但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引发圣母峰雪崩和地貌改变。英国登山家莫斯戴尔日前登顶后证实，希拉蕊阶梯已经崩塌，不复存在。It was named after Sir Edmund Hillary, who was the first to scale it in 1953. 垂直陡峭的岩石断面，高达12公尺的希拉蕊阶梯，是从东南路线攻顶的必经之路。但要完成这最后一里路，并不容易。如今天灾替登山客扫除障碍，未来却可能让更多人抢着攻顶。圣母峰致命的堵塞情况将再度上演。Just stuck behind a line of people. It's cool having a picnic in the icefall. 尤其当天空不作美，酷寒环境加上氧气严重不足，登山客望着山顶，却同时面临死亡危机。Guide Rob, there is a massive storm headed your way. Oh no.结束两年封山，圣母峰今年再度迎来4到6月的热门登山季。希拉蕊阶梯的消失恐怕让人潮涌现，危机四伏。三立新闻向东伟报道。希拉蕊台阶是很陡吗？崔主席，其实如果他把它放在一般的平地的山，它就是大概一个12公尺比较陡峭的岩石路，那可能用手攀爬，12公尺陡峭的岩石路，可是放在8000多米的地方。那它就是一个大难关，你知道8000米的气压跟氧气都是我们这边1/3到1/4，任何的人在上面，任何的病症都会变得严重。所以主席，帮我来看这个画面啊、哦嗯，这就是最后一里路，对，走完这个难关必经的希拉蕊台阶，对，一定所有人一定要过这条路，走完、哦、过爬上去了以后，再走一段就到山顶了，所以它是最后一个地方。所以他只要克服希拉蕊台阶，对。走到那边已经差不多要登顶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母峰攀登的这个图示路线哈。一般我们健行客都到基地营而已，那如果要攀登圣母峰，总共大概要1个月的时间，然后要第一营、第二营、第三营、第四营。那他们最后攀登的这个一上这个圣母峰岭，通常就是选一天。是啊，一年之中大概就这几天，就是这一天，就是现在这几天。对，所以新闻通常都是在5月多的时候会出来。哦、对，就是所以他们都会选那几天，然后赶快登顶，赶快下来。哎，那几天要那一天要走10几个小时，就从第四营上去下来。那到了最后，你看希拉蕊，这是南峰山顶在这边，你知道希拉蕊台阶在哪里？在哪里？在这边，其实最后一点点的地方，哦、它就有一个突然变陡峭，白色箭头指的那个地方。白色箭头是山顶哦，是山顶、希拉蕊台阶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对，前面一点点，哦、最后100多公尺的地方是，对，那它就是一个，我们来看一张图，这张图比较夸张、哦，就是你所有人一定要这样子上去，然后问题它这个地方比较难，所以要一个一个上去，就好像我们走山路走到一个难关，大家要一个一个排队过去，那其实现在爬圣母峰的人非常多，所以。所以我就听过忠孝东路会塞车，我不知道圣母峰也会塞车。其实我们爬山在山上也常常会塞车，所以就是有些地方它就比较困难。圣母峰会塞车。对，会塞车，因为一年之中能爬的就那几天。哦、然后嘞，哦，这张图是很夸张的，就是所有人都，因为他们就在那一天两天，然后所有的队伍都在这边登顶。那路线走到这个地方，一定要一个一个过，它有架固定绳的。所以现在希拉蕊台阶崩塌之后，嗯，那是让登顶。更危险还是相对比较容易？不确定，很难说，因为它只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任何一点变化都会造成他们以后登顶的路线的可能要重新考量什么，所以说会变更难也不一定，也许会变更简单。他刚刚有一个说法说，搞不好更多人要上去，然后更不会停止，所以就会更塞车。对，那我就讲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说刚刚看电影的画面是这个前年的电影吧，《圣母峰》。圣母峰，对，它是。就是、它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对，他是讲这个《圣母峰之死》这本书，1996的大山难。哦，这本这个大山难在1996年发生，哈、哦，就是在圣母峰这个发生，而且跟希拉蕊台阶非常有关系。那因为一连串的错误造成，就那天总共有14个人死亡，14个在那一天之内，而且是纷纷的，其中一个
在前一天台湾队那次也有去哦，嗯，啊，有一个人还没到三号营，他在三号营这个地方他就不小心去上厕所就滑落，然后后来就是脑部受伤就死在山上。那有一个这个作者，这个写圣母峰的作者叫强，所以他们都会判这一段，这一段我还以为那就是希拉蕊台阶，不是不是不是，希拉蕊台阶就是这一个雪面，刚刚你说的陡峭的那个岩面一定要爬上去，所有人都要。然后嘞，这个作者嘞，他是这些商业队伍里面走得比较快的，他很快就爬上去，以后又下来，下来以后发现一大堆的人都在爬，然后他就必须要等那些人，你知道？所以那时候就塞车了。就一般人爬圣母峰不是很厉害的，不是，其实要爬圣母峰都很厉害的，可是不是超强的怪物的话，都要还是要用氧气的。那一般都会准备三瓶氧气，他们那次准备三瓶氧气。他身上带了两瓶氧气，另外一个氧气是放在比希拉蕊台阶更下面南峰的地方，他下来还可以再拿，不用背上去嘛。所以他是算好的。可是那次就是他上去下来，第二瓶已经快用完了，然后就又碰到大塞车，下面的人一直拼命要上来，他下不去，一定一次通过一个人，所以他在等啊等啊等，等了一个多小时。你知道他8000多公尺等一个小时是什么感受吗？然后他觉得不行，这样子我一定要把氧气关小，免得氧气用完我就不行了。所以他就跟旁边一个队友说，就是一个下来的他的向导叫安迪哈里斯，他就说，你帮我把氧气关小好不好？然后那个，就省着点用啊。我曾经有出外景的时候呢，是在外景当场看到那个厕所的门是自动打开的，会有点冷冷的。然后呢，整个里面就是乱七八糟，上厕所的所有的东西，它全部都被打得碎，都打碎在里面。下面人一直拼命要上来，他下不去，一定一次通过一个人，所以他在等啊等啊等，等了一个多小时。你知道他8000多公尺等一个小时是什么感受吗？然后他觉得不行，这样子我一定要把氧气关小，免得氧气用完我就不行了。所以他就跟旁边一个队友说，就是一个下来的他的向导叫安迪哈里斯，他就说，你帮我把氧气关小好不好？然后那个，就省着点用啊。对，那个向导他先说我的氧气也不够了，怎么搞？你帮我看一下。他发现他氧气有被冰块堵住，他就帮他清掉，然后。他也说你也帮我把氧气关小，我要省着点用。结果那个向导可能就是氧气不够，他有点高山症脑水肿的症状，所以所以他就把它转大，关错边了，完全转向。所以他说那10分钟感觉好像很幸福，突然就等到10分钟后就整个掉到地狱，像死掉一样这样子。因为他的氧气用第二瓶氧气，他把它留着留到下面那个南峰那个地方。所以圣母峰其实攀登圣母峰，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是塞车，塞车会造成大家在那个地方等，等了之后氧气不够用。啊，那一年在这个状况下特别严重。一般来说氧气是够用的，可是那一年就是连续发生了很多的错误，所以那个他这个故事可以写成一本书。为什么塞车在圣母峰那么严重？因为当塞车一等之后，我们在平地上塞车，那只是拢会吸干你啊。那个地方塞车是会让氧气缺乏。说到希拉蕊台阶，台湾也有台版的希拉蕊台阶啊。对，在我们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哦，那边有一个那个向阳山。那向阳山它有一个向阳山，对，它有一个叫崩塌断崖。那崩塌断崖那个地方也是非常危险。在向阳山之前做了一个大很大的崩塌之后，要通过那个地方很危险。那之前有，这就是向阳山，对，台湾的向阳山。之前就有3名学生，那他们去走这个，要通过这个断崖，结果这样走走走，就前面那一个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那滑下去后，他本来已经要掉到断崖下面了，他刚好一滚的时候，他马上吸到那个整个岩层，这样抓得紧紧的，是还好没有掉下去。没掉下去的时候，哇，他们两个队友都吓一跳。那他的学生，他的队友就赶快伸出手来，赶快上来。他于是他们就伸着手，准备要把他拉上来。那他就这样吸着他的那个岩壁，这样慢慢，好像有点像匍匐前进这样子，慢慢爬到他那临线快要到的时候，他队友也准备伸出手要把他们拉上来的那一刹那，他队友突然间看到，在那个断崖下面出现了一只很黑手，那往下这样窜上来，就硬生生拉住他那个朋友的脚踝。把他扯下去，他整个就这样掉到断崖下面了。
一整个人就摔下去，就眼睁睁看到他，眼睁睁看到他就被一只黑手把他拉下去了。哇，他们看到受到很大惊吓。那当时国家公园警察队赶到现场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两个学生还一直在那边发抖，因为受到很大惊吓，就那个警察就要帮他做笔录，他说你同学是怎么掉下去的，他就把刚刚的那个情况描述给警察听，警察一听就说，哎，现在在做笔录，你不要乱讲哦，因为这个会变成伪证。他们就说真的是这样子，于是他就把详细过程再讲，于是他笔录就照这样写。那可是后来因为这个记者是到现场之后，后来他们对外发布新闻哈，就是说他是不小心不慎坠。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向阳山的画面，对，我们看到那个是你说的台版希拉蕊台阶是在哪一段？就是这个画面吗？对，大概是这里吗？对对对，大概是在这里。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台版的希拉蕊台阶。好，我们谈完了希拉蕊台阶之后，紧接着有另外一件我们觉得非常诡异的事件，是故宫的展柜啊，展览馆里头的展柜竟然莫名其妙打开了，到现在找不出原因。这么诡异的事情，甚至有人说会不会是灵异事件？游客驻足在故宫展示柜前欣赏文物，不过展示柜却突然弹开，旅客赶紧通报在旁边帮忙顾门，这会不会有点拉扯？他发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锁开了一个缝，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缝。现在看起来这个锁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弹开？那我们也要详细问一下日本那边的技师。三面战国时期铜镜毫无防护暴露在民众面前，展示柜门开了，第一时间警报响起，但安管人员却还没找出是哪个柜子出问题。因为这回出包的305展间一共260平，只有2到3安管人员，但比一比翠玉白菜展间才35平，也同样3人看管，而且不同展品展示柜锁藏玄机。像这个宋代婴儿枕，全世界只有3放在边柜，锁藏在后头的墙壁里。镇馆之宝翠玉白菜展示在独立柜，同样锁藏起来了，是最高机密。不过战国时期铜镜放在壁柜里，设计厂商却坚称锁没坏，门却莫名打开，找不到答案的博物馆怪事，国外也有传闻。你没看错，雕像真的自转了。发生在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快速摄影发现雕像在7内逆时针自转180度。还有这，看到了吗？画面左方架上书籍和宣传单，仿佛被往地上丢，但旁边明明没有人。同样发生在英国的博物馆，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稀奇珍宝，连怪事也不少。三立新闻综合报道。博物馆里头可能是因为古文物特别多，所以经常有怪事。我先讲日本的，我再来讲故宫。日本它有两个著名的美术馆，一个是东京博物馆。东京啊，哎，东京博物馆，还有一个是在京都的，叫做美秀博物馆，就是米后馆哈。啊，这两个博物馆，各位。那这个画面，这个是东京博物馆啊，哎。这个就是东京博物馆，各位仔细去看好东京博物馆。他那个锁跟台湾这一次是用的是一模一样，但是有一次他也发现了问题，就是说东京博物馆他展览的是什么唐镜，是唐代的镜子，跟我们这次是战国时代，中间还差了1000多年，但是都是铜镜，都是铜镜。那这个铜镜呢，是日本的遣唐使，是从唐代的一个公主的手上拿到的，而这个公主不幸早夭，但是呢他放到了遣唐使，把他带回了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那遣唐使过世以后就随他埋葬，然后经过考古再把他挖掘出来，然后送给了东京博物馆。结果你知道发现一件什么事，东京博物馆本来不信邪，就放在那里那个锁头，他那个锁头跟故宫的不一样，故宫的是在侧边，他是在后面。那换句话说，一般人根本除了是职员可以从后面开以外，前面旁边根本没有开，都不可能啊！他就突然自动开了。然后呢，东京博物馆觉得非常奇怪，一定是有人监守自盗，他们就查了所有的监视器，一看没有人呢，然后呢，看那个镜子就突然闪闪发光，发光以后哈，东京博物馆的考古组的主任就认为是有蹊跷，第二天就找了阴阳师，跟禅师。过来诵经，诵经再把它关好了以后，用那个电眼，哈，就是用监视器看它，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因为那个是从阴地的器物，所谓阴地器物就是死人的器物，那你把它放到阳间。那还有一个是更奇怪的，叫做京都，就是美秀博物馆，它展览的是日本战国时代，差不多距今差不多1200多年前的那个面具，它那个面具就是武士哈进宫的时候他要戴那个面具，好，这个面具上面沾有了很多的血迹，是，然后呢家属的后代呢是把这些面具通通也送给了京都的美秀博物馆，嗯，结果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好，它发生的也是锁自动打开，也是锁自动打开，锁自动打开的时候，好，那美秀博物馆就说那我直接换锁，就是说换最新的锁，不到3个月第二次它又自动打开，自动打开他们就觉得是非常蹊跷，那我这个锁是要经过3个人然后6道的监控程序，一个人绝对打不开的，结果呢他们发现这个面具就有点怪怪的，他们也找了阴阳师啊，也那个找了其他人过来看，就是说血腥太重，他说血腥太重，因为他那个面具上面都是血，虽然经过处理但是那个东西仍然在，结果呢他们的禅师念经念了3天3夜再把它放进去供奉好的时候再用锁把它锁起来，从此以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那我们再来讲故宫，这一次故宫这一次最悬了，各位晓不晓得故宫的木箱，有的木箱100年，它那个锁上锁也有100年，我告诉你放文物的锁从来没有坏过，但是这一次展览柜展那个战国的铜镜就是因为从阴地出来的。所以这一次它的脱落，所以这个铜镜很有可能是陪葬品，对，就是陪葬品。所以碰到这种事的时候不要不信邪，好，你要用什么方式能够让它安顿好的时候这个锁才不会跟你捣蛋。好，小柯是联谊节目的外景主持，是，我是没有古文物经常都会有这种事，对，你们一定也看很多这种报道，对，其实我没有就是经历过博物馆的锁自己打开，然后呢有碰到鬼影的现象，但是我曾经有出外景的时候呢是在外景当场看到那个厕所的门是自动打开的状况，因为其实那一次是我们是去一个学校的荒废的学校，然后呢通常那个荒废的学校我们会去那个点呢不是有女学生自杀，不然就是在那边有他杀之类的状况，那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一间，这是你们去的现场，对，我们当时去的现场，然后呢我们是必须要一间一间的教室去走，然后厕所也不能放过，那我们在经过那个教室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什么多大的动静，不过呢慢慢的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废弃的教室，对，是一个废弃的学校，对，一个学校，然后是其中一间教室，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教室里面，就是先听到一点点奇怪的声音，有脚步声，对，那这个脚步声但没有看到任何的鬼影，那我们就想说那没有拍到任何的东西，我们要进行下一间，是，对，所以我们会再走到下一间的房间，那个教室，然后后来最后其实等一下看到画面应该会拍到一个厕所，那因为其实那天没有什么，我们为什么开始跑呢？因为听到奇怪的声音脚步声，我们就会吓到赶快往外跑，然后因为到厕所的地方其实那厕所的门一间一间都是关起来的，那当我们走到要准备进去的时候发现后面的一间厕所它的门自动慢慢的打开，不是很快速的，是缓缓的打开，进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也是吓到，但是更诡异的一个状况，希望我们被附身或怎么样，如果那个门打开的话制作人会叫我们再去开一次那个门，叫我们进去里面体验看看，所以你去体验了吗？对，我去体验了。那就是你在开那个门的时候，其实你的手会一直抖，一直抖。但是你把它打开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空间的那个感觉，就是会有点冷冷的。然后呢，整个里面就是乱七八糟，因为一些就是厕所的上厕所的所有的东西，它全部都被打得碎，都打碎在里面。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也是只要拍到那样子的画面，我们都一直往其他地方这样子。